大家好，终于出关了。今天带大家参观白帝城以及瞿塘峡一带。这是夔州路，正走在桥面上，看一下山城人民广场。我就住在斜对面的大楼上，山上有两座塔，有很多的酒店宾馆。看一下下面，这还有一个亭子，体育场，是学校幼儿园。对面啊有一个公交车站点，旅游专线就是从这儿经过的。乘车带大家参观奉节的著名景点。乘坐超长电梯下楼，我现在来到了欧庭国际酒店的公交车站，周围都是酒店，还有公交车。看一下车次，旅游专线，高铁站，直达白帝城，还有三峡之巅的。9点钟准时在这等车，一会儿车就来了。旅游专车来了，这个大巴挺大的嘛。上车，直达白帝城。开门。上来了。上车了。到白帝城票价是15啊。夔门广场，下面就是长江。大巴车正沿着长江走啊，看到了夔门大桥，桥下呀有重庆发往宜昌的4天3宿的世纪游轮号，这个票价就高了，3999。这是狮城路，大巴车正与对面的世纪游轮并驾齐驱。白帝城啊，位于重庆市奉节县的白帝镇白帝村，在瞿塘峡的峡口北岸白帝山上。前面就是瞿塘峡的峡口了。梅溪河与长江交汇，梅溪河大桥。大巴车到达了宝塔坪的一个客运站，
这里可以乘坐重庆发宜昌的游轮。大巴车这一站停车，对面就是重庆的奉节港码头啊，这边乘坐游轮。休息片刻，继续乘坐大巴车往三峡之巅的景区走。看这边的树叶是金色的。看到了白帝城码头，还看到了对面还有一座桥是直达白帝城的。白帝城与对面的白岩山隔间相望，西临奉节县城，北倚啊鸡公山，地处长江三峡瞿塘峡的峡口这里。草塘河大桥，大巴车正在桥面上行驶。从草塘桥过来，接近了三峡之巅。对面的镇子啊，就是白帝镇。三峡之巅的旅游大巴车站点，三峡之巅的最高海拔1388米。下面是瞿塘峡，还有夔门。三峡之巅的名字呀，源于杜甫的《夔州歌·石绝句》：“赤甲白岩俱次天，闾阎缭绕皆山巅。”
站在山顶就可以看10元人民币背景图案，夔门。夔门啊，就是瞿塘峡的西门，紧挨着白帝城。我现在的海拔呀，超过了500米高了。白帝城为什么叫白帝城啊？西汉年间是蜀地公孙述所建，他自称白帝，所以就叫白帝城。大巴车的全程要1个小时，俗称桃子山，寓意健康长寿，是老百姓心中的圣地。因杜甫是假白岩巨富仙，以岩缭绕接山巅的诗句而得名。三峡之巅，海拔1388米，是长江三峡的制高点。三峡之巅不仅是物理形态的最高处，还是景观形态的最北处，文化层面的至上处，精神层面的至上处。在这里可以七里葵观天泰奉节的古老与神奇，登上三峡之巅，体会一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豪迈气概。景区内有回神谷、回月桥、天一步道、行刺处、四望月台、回头门、天池、银龙台等17处游览景点。到达了三峡之巅景区的大门口，是有观光车的，售票处。你从几点回来啊？2点多下车了，对面就是停车场以及游客中心，准备从这里买票，带大家好好参观一下三峡之巅，海拔1388米。